年底了，我要买些过年的物件，过个好年。害得我挨打休养了几个月才好，你还有脸上街买东西？让你一个人上街，看来他也不是很喜欢你吗？伤好了。呸！你别得意，要不是顶着我的身份，你能有今日摄政王妃的书仇？你不是喜欢三皇子吗？何必揪着我不放？我本是这么想，可谁让摄政王权大貌美呢？只有他那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。我要你亲眼看着你的丈夫是如何疼爱我的。以后我就是王妃了。爹，你看着吧，程家家能做到的，我更能。这是哪？我的府邸，我看到程子玉故伎重施，欲对你不利，故把你救了回来。多谢。程子玉顶替了你的身份。我倒没想到他上赶着送死。王爷，